好意思，没有见过这样的蓝忘机。在某综艺节目中，杨迪扮演陈情令中的蓝忘机，一身白衣实践出场，却引发爆笑，额头上贴着丝袜质地的霸王没粘好，当事人杨迪表示相当的后悔。杨迪的朋友们都没认出来他 cos 的是谁，扮演的是谁。嗯，你认不出这个角色会挨骂吧？谁啊？太过分了，一点都不像吗？谁啊？只有杨迪妈表示有点像王一博。哎，我觉得你有点像王一博。嗯，就是啊，就是王一博那个蓝忘机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见过这样的蓝忘机。我那天那么难看的吗？你才知道啊。沈南调侃蓝忘机没看出来，倒是像极了裘千仞和裘千尺。你这边的发型来看，有点像那个裘千仞、裘千尺那个。杨光，要说杨。China. Yo. What can I say, man? Yo. Whoa. 让我的世界千变万化，它是时针的木马。你对杨迪的模仿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